原来妈还不知道我怀孕的事儿，你愣着干嘛呀？谢谢你吧。谢谢妈，我以后一定小心谨慎，再也不胡乱刷卡了。哎，行了，原谅他了。徐诗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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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嘉欣。孕吐了！你说什么孕吐？就是怀孕吐了，而且被人拍下来，传到网上，现在全岛都知道了。哎呦！你在哪？ 你，你怀孕了？嗯，对不起，妈。陈嘉欣啊，你长本事了啊，交了男朋友不跟我说，居然直接怀孕了。我怎么杀了准你孕的女儿啊？她怀着孕的她，你别打开，我躲开。你好好的谈恋爱，结婚生孩子不行吗？你怎么这么会给自己找亏吃啊？妈。 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嘉欣，那男人呢？他把你肚子搞得，他怎么负责任呢？这其实也怪不了他，不是在不想打扰他的生活，这个孩子我会自己看着处理的嘛。你自己处理，你想怎么处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陈嘉欣，你还在护着他，你怎么那么好欺负？你能有点你妈我的样子吗？学会保护你自己。 我就是孩子的爸爸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快走啊！我走什么走啊？我，小子，你来了就别想回去。我本来还怕找不到你，现在你自己上门。 告诉我，陈嘉欣好欺负，他妈可不。你说，你想怎么负责？说，说。身为上市公司的 CEO， 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，面对商业上的危机，我可以冷静在脑中推演出至少三个完美的解决方案。但是此刻。 就算我再冷静，我也只能回答：不知道。 虽然我也希望他们俩能够一起面对这个孩子的事情，不能让家一个女孩子来承担。不过珍珠奶奶，您对自己的孙子下手可真重啊！嗯，犯错要受罚，挨打要站好。哼，要不是你提醒我呢，那个臭小子已经上了飞机，和我那孙媳妇去巴哈马办离婚了。